梁朝伟日前被爆出婚内出轨女星陈潇，更传出两人有私生子，对此他出面否认谣言。不过近日又被翻出与女星的亲吻照，再度引发热议。梁朝伟在6月庆祝61岁生日时，上山施纳对他又是抱又是亲的，这让刘嘉玲也忍不住在新节目上质问：“你为什么要夹着我老公拍照？”这让上山施纳傻眼回：“照片你拍的。”让刘嘉玲当场笑到不行。上山施纳继续澄清：“梁朝伟是我的亲人家人。”事实上，上山施纳是刘嘉玲的好闺蜜，当年是九龙女成员的两人至今都还有保持联系，因此上山施纳跟梁朝伟的交情也很好呢。所以有这样的照片，拍照人还是刘嘉玲，看来彼此之间真的是没什么，网友们就不要太放大啦。